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，同乌克兰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，两者没有任何的可比性。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。任何借乌克兰问题影射关联台湾问题的企图，都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，都是对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肆意践踏，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。一切拿乌克兰问题做文章，借机推行台独分裂活动的图谋，都注定失败。